要迈向这个目标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 不是灯塔，也不是 FGD， 我们是已经是一个合并的一个教会。我要你和我和牧师同心建造，把教会好好的建立起来。当我们把我们能够愿意更圣洁，在奉献上，在慷慨上，在五大文化上，我们毫无保留去做建立，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，你不用怕没有能力的啦。我从来不担心神迹奇事没有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的，我不担心啊，我担心的是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，我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好好去爱主，去做出去听他的话。耶稣说吗？耶稣说爱我的遵守我的命，我的诫命。如果我们的教会能够每一个人同心来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能力必到，然后圣洁也必充满这个教会，然后我们就复兴就必来到。阿门啊。